自从上个月在微博上自揭话年初离婚的前男子演唱组合 VV 的成员林佑威，这次都是他首次公开面对传媒了。而再听他说，他就说离婚并不是冲动的行为来的，而自己一直都很乐观去面对这件事。而离婚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同前妻个性不合，所以就唯有离婚来到结束三年感情。而林佑威都说了，离了婚之后他反而领悟到更加多，他们两个现在的关系就好像朋友一样，只不过呢整件事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就是最辛苦的事了。但是他就说了，他会想办法将小孩照顾周全的。而现在女儿呢就先由前妻照顾，而他们当中都没有监护权的问题，都是会互相照料。